35岁天后 BoA 出道21年，近日经纪公司 SM 宣布，她将带领6位师妹组成全新企划女团 Girls on Top， 其中的配置超强大，包括少女时代成员泰妍和孝苑 ，Red Baby 成员瑟琪与 Wendy， SPA 成员 Kalina 和 Winter。消息一出，受到粉丝热烈讨论。BoA 也在个人 IG 传达心声，对于首度成为女团成员，她觉得这样的自己很尴尬。但照片中的她以妹妹头刘海造型现身，被网友大赞完全是童颜，看起来就像是新人偶像啊。另外也有部分网友在看到新女团成立后，忍不住想起 FX 成员，纷纷表示虽然人都不在 SM 了，还是觉得很可惜。SM 从以前就一直忽略 FX， 看了好心酸啊。